盘点2022年九月抖音爆火十首歌曲，第十首《长大成人》。后来他和陌生的人同床，和枕边的人说话，和最爱的人老死不相来往。偶尔酒后誓言，陪着那个姑娘，就像说谁的青春没有过白月光。悠悠，屏幕打出你最在乎的那个人的姓名，首字母缩写也行。第九首，总以为来日方长。我们不慌不忙，总以为来日方长，我们等待花开却忘了世事无常。手心的滚烫后来一点点变凉，那些忙那些慌我体谅。纵使花开再开，未绽放心里的爱，原来有了世界已错失真正热爱。像每缕光线黑暗中溃散期待，话我知时光去便不再。第八首，追天使。最恨你那么久都不来见我一次，最爱你当远处传来你的相思，最容易想起最难忘记，最想要得到最害怕失去。第七首，铁血丹心。依稀往梦似曾经，心里过淡意，抛开世事断愁怨，相伴到天边。作丑冷四方，沙漠苍茫，那句书信扑面，写掉默忍心在爱奔驰，笑怒痴心无厌倦。第六首，电影歌的人。就把这首歌送给失意的你，是喜是悲，成缘注定不折磨自己。就把这首歌送给迷茫的你，无畏沧桑，无畏过往，告别昨夜的愁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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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吧吧吧。第五首，花离弦。你抚琵琶奏琴弦，我坐戏子楼台前，怎将琴花低心间，白发亭中戏百年。第四首，这一路。我的天空乌云聚拢，不知道明天何去何从。这一路真的越走越痛，有太多不容易让人失控。受伤的心灵就像寒冬，安静的夜里难以入梦。第三首，曾经心痛。如今我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个陌生人，看见我走在云里，你也不会再为我心疼。第二首，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。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，究竟是我做错了什么，点燃一次寂寞，沾满一杯失落，我并没有你想象的洒脱。第一首，四季与你。只想在你身旁把这情歌慢慢唱，送你三月的风，六月的雨，九月的风景，大雪漫天飘零，做你的嫁衣。喜欢的小伙伴记得长按点赞加关注哟。